没错，我担心我的肚子那边。赶快检查。对，免得等一下讲到一半，然后突然就是哎，刚录音没开。好，但 OK， 现在录音开了，然后东西都准备好了，那就看说，对你还有没有像是赛制啊，或者是说像是有要准备一些饮料啊或者什么的都可以，就是看说有没有就是还需要准备的，或者说直接开始可以直接开始这样。直接开始没问题。OK， 那好，那我就哦，今天故意不让学姐出去。嗯，担心你学姐去问。OK， 那我们就二话不说。就直接开始今日的吧。OK， 那一样的，只要当然的，就是音量，你的音乐和音效只要调到你最舒适的音量就行了。然后如果后面太吵后，可以跟我调配一下，因为我后面那个在跟身边聊天。哦，难怪。所以如果有听到他声音太吵的话。那就直接开始吧。那个当然呢，这算是一个小小的突然的吧。我看那人随着太阳在慢慢下沉，你轻轻的眨眨你的眼，看着那一个上面非常靠拢，慢慢的和你挥挥手，就这样等待那接到。这个夕阳也渐渐的让你看到淡亮的美金色，而这金色也渐渐的让你想到了，而这回虽然说对来讲不算是非常久，也不算说非常近，但是对于你来到北陆也有一段时间的你来说，要说久也算久吧。你轻轻的让你想起了那时候的正在走的，而那时候的你已经算是说有爸妈瑞斯还有其他人为你的小小的帮手，让卯月这个关下去。而那一天你想起了最后病的怀疑，如同往常的熙熙攘攘因为大城市，而那时你想起了很难得的二楼通常锁的门开的，毕竟一般打开的状况下都是有人有预约，或是有人要上去住，或是打扫。当然，你想了想，你想起来了，确实那时阿玛瑞斯是要打扫二楼，因为那时候刚好也没有太多的测试。现在有吗？还有声音吗 ？OK， 现在有比较好一点。OK， 那。OK， 那我就重讲一次吧。你缓缓的回想了起来 ，Neverwinter 是那一天，那一天的 Neverwinter 城外，当然大城市外头也是熙熙攘攘，也是人山人海。而那时候的你，已经算是有 Pomeris 还有其他的作为一个辅助，或是说有帮手的存在，也让你的就是成为毛月的主管，可以继续兴隆的继续在 Neverwinter 活下去。毕竟在大城市。酒馆也是经典，毕竟餐饮业如果当然不止你一家，也有其他。如果是在乡下地方可能还好，可是在大城市内可是有不少的竞争对手。那当然和以往不太一样的是，注意到了酒馆的二楼，通常二楼这个地方门都是关着的，毕竟二楼是住宿，给人住宿或是休憩的地方。但是你发现二楼今天的门是开着的，里头也传来了乒乒乓乓的声响。你想了想，基本上关着的除非未开的，第一个就是来申办住宿的旅客，他们走上楼梯，但是门也会带上。第二个就是他们离开的时候拿着行李下来的时候门也会开。第三个就是打扫。那你也想起了那时确实 Pomeris 是上去打扫，而且也这些乒乒乓乓的声响应该也是他传出来的吧。你眨了眨眼，轻轻的往上一看，你帮我塞个 ED60， 我要看一下 ED60， 纯的 ED60， ED60，
等等我一下。算是过了快要一个小时时间，你轻轻的眯起了眼。虽然说你不确定时间大概过多久，但是基本上一抓起来，以看着桌上那不停的向下肉的沙漏来说，也快过快要一个小时，但是还不到吧。你注意到上头传来的砰砰砰的声响，门原本是开着的，但是当然你看到门突然关上又打开，你看到是一个气呼呼的帕玛瑞斯。当然平常以他那从容的态度相比，你注意到他的脸色多出了一丝严肃与不满，但是他那紫色的光环忽亮忽暗，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的情绪十分的不稳定。他轻轻的砰砰砰的带着沉重的脚步从二楼往下走，他看到了你，只是默默的眯起了眼，最后看到他深呼吸的一口气，缓缓的叹了一口气。老板，我出去走走散散心，等一下就回来。他不管你说任何的事情，他只是将门直接甩开，砰，将酒馆门也快速的带了上去，只留下你一个人在这下午的幽静的酒馆里头，没有其他的其他人都在里头，只有你而已。那你要做什么呢？我有点被他的反应给吓到了，我有点愣愣的看着他远去的背影，然后我想先上楼看一下是怎么一回事。好，那帮我甩个 perception。 你默默的迈开你的步伐，然后慢慢的随着帕玛瑞斯步伐渐的到了二楼。你看的二楼基本上就和你印象中没两样，只是走廊你看到一开门，你看到走廊那里放了一根拖把，还有正里面正浸泡着脏水的一个小小的桶子，木桶子。你还发现了一件事，扫帚室的门开着的。平常你在你印象中帕玛瑞斯都会把门关上，可是他的门，这个扫帚的门是开着。我就怎么会开着啊？然后他到底怎么了？我一边这样子很困惑的嘟囔，然后一边就是走进去扫除室那边查看情况。好，那帮我塞个 investigation。investigation。的放轻你的步伐，看了一下周遭，你想起了帕玛瑞斯会做大扫除的原因，主要是第一个，刚好孤儿院的那些孩子们刚好是他们放假，而且也没有人打算想要做所谓的追加的这个小小段零用钱的机会。你想起了他们好像是要跟着他们的老师出去玩吧，就是班友的状况，所以他不在，而刚好又遇到了一个很恰好的状况是，所有住在二楼的人们都已经退房了，所以刚好二楼都是空闲的状态，而这都是空闲状态，也看到帕玛瑞斯主动提了他要去打扫二楼，也以防就是说有人要进来入住，也不会说是以肮脏的样貌去示人。你看着周遭这些已经打开门，里头都已经打扫干净的睡房和客房，除了你的房间是关着，你是门的是锁着，然后他的房间房门是锁着之外，其他那些给客人用居住用的房门这个都是打开，里头都已经打扫好了。而你轻轻的将你的视线打量着这些已经打扫好的房间，又默默的往你的视线将你的视线往扫除柜的方向看，你注意到扫除间留着一些东西，除了那拖把还有清洁用具抹布或者肥皂之类的用品之外，你看到了这一个扫除间最角落的地方，你眨眨眼，你想起确实你以前打扫时放置前屋留下的东西们也在那里，但是现在这些东西或者说
你把它聚集放在同一个小盒子里面的属于全物主的东西已经被打开了。嗯？诶？我困惑的就是走过去，然后检查那个盒子里面还剩下，这有没有东西不见了？哦，我是一个 investigation。你轻轻的翻找了里头东西，你看到里头东西，大部分基本上全部的东西都在，或者说你注意到的是，里头的东西完完全全的一个都没有少，不管是那些像是但是没写完的书信、石雕或者其他的像树苗之类的，都被好好的以你当时提的方式给聚集在这个盒子里，但。你也注意到的是，在这木橱柜门缝间夹着一张破旧纸条，就塞在木板上下的隔间之中，而且看起来这张纸条十分破旧，就像是可能你在塞的时候，在放东西的时候整理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吧。你注意到这一张纸条好像被扯出来一小角，就像是有什么人把它扯出来然后再塞回去似的。诶，我会跟这个有关吗？我那边一脸纳闷的把那个纸张试图给它抽出来看看。帮我塞个 side hand。没问题。你小心翼翼的将这张破旧纸条给扯了出来，你看到上头有写了一些密码的抄写的字迹。这个字迹看起来十分的不工整，十分的潦草，而你还注意到上头还沾了像是红色的墨水般的东西留在上头，说是血还是墨水无法分清楚，但是有几滴暗红色的，像是墨水点在纸上的痕迹在上头，有些肮脏，有些破旧，都已经干了，经过了一些时间。我就这什么东东啊，然后一边把它就是摊开来看。你缓缓的将这张纸给摊了开来，你发现上头的字迹似乎看起来在你的心中有点，这个字迹有点像 Sanders， 但你无法完全的笃定是谁，你只看着上头字这么写，我用贴的。我非常纳闷的歪歪头，然后，咦，这是十字海？十字海是什么东西来着？我一边这样嘟囔，然后我想要试着回忆一下十字海是什么，我有没有听过传闻 ？Almost like a history。你轻轻的想了想十字海，你没有任何的想法。看起来是一种形容，但是你不知道是形容什么。你好像曾经听过这个词，不知道在哪里听过，但是你没有太大的印象。而也在你思考时，你听到了锵当的声响，你注意到这张纸条的尾端卷着一像是宫崎卷的一个小小的卷。你轻轻的将你的视线一看，看到你的手心放着一把带了一点生锈的铁钥匙，大概长度比你的小指还要再小一半，所以是非常娇小的一把小铁钥匙，还有一枚金指甲。嗯，我看着那个，然后，啊嘞，这个不是，这不是之前那些狗头人他们搞的东西吗？我把那个钥匙跟那片金指甲就是放在手上，然后就是稍微看着那个小钥匙，然后这是哪里的钥匙啊？
我想要试着回忆一下，说就是酒馆内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有可能会需要这种小小钥匙的地方。Almost like a history， 没有任何的想法。这枚钥匙是你第一次见到。我想要就是再仔细检查一下，就是那个盒子或者是那张纸条上有没有什么更多讯息之类的。你前后翻了翻，并没有，留下的只有这一个像是餐的十字记，一把小小的钥匙，还有一枚金指甲。那我先把这些东西就是。先收好，我先把纸条就是先放，就是很单纯的放回去盒子里了，然后把盒子给盖好那样，然后捏着钥匙跟那一片金指甲，就是先离开扫具间。在离开前，我有稍微再看一下扫具间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你看了看，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那我会就是先退出扫具间，然后用随身的钥匙先把它就是照惯例的先锁好。卡卡，你轻轻的将面前的二楼的门给锁上，你也注意到现在空无一人的酒馆里只有你而已。你也想起了厨房那边门基本上都是带着的，而一般下午来说，以帕玛瑞斯口中那衣橱里的小精灵。基本上他上班也都是傍晚才上班。我搔搔脸，然后也我环抱着手臂，然后就是他到底在气什么。说到附近走走的话，我感觉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我现在就是走到店门口，然后想要就是稍微看一下他是还在附近，还是说是已经完全走不见人影了。你缓缓的将门打开，已经完全不见那位半边身的踪影。帮我撒一个 insight。也在你在注意着外头时，你听到了有什么东西从壁的地方哐当，像是金属撞击其他金属的声响。你慌慌的回头，确定，毕竟以壁橱的距离到大门的距离是有些远的。我会因为那个声音，然后怎么了？然后就先把大门先就是关好，然后呢走到壁炉那一边查看。Almost like an investigation。你注意到一件事，你注意到壁炉前方的灰烬。当然，这里大部分都是在夜晚的时候燃起的木材，熊熊的烈火燃烧在这温暖的壁炉间，带给客人们。还有这个房子更多的温度和温暖，但是以现在没有任何火源的状况下，还有已经被烧尽的木材，你注意到帕玛瑞斯看起来是有打扫过这里，而你发现到的是壁炉两侧被钉上了小小的铁钉，而中间壁炉的中间则是落下了一枚马蹄铁，而这马蹄铁上头也沾了像是红色的颜料。你轻轻眨眨眼看着这马蹄铁，十分的熟悉，就像是曾经以前认识过马蹄的脚型有点类似。你也缓缓的抬头注意到那小小的只有你才知道的门，那里多了一个钥匙孔。什么时候多了一个钥匙孔？我先把那一个马蹄铁先捡了起来，然后
又看了一下那个钥匙孔，我想要先就是先回忆一下，说就是我对这个马蹄铁到底有没有想得起更多什么。帮我算 history。你轻轻的眨着眼，想了一下这马蹄铁到底是属于谁的。你眨了一下眼睛，你想起了好像有一次 Palmaris 有点鬼鬼祟祟的，你不确定他带了什么东西，就像是带了一个包裹回到了酒馆。他并没有告诉你任何事情，也没有跟你说到底那个包袱里带的是什么，但你也想起了他那时只是跟你二三的说了叫你赶快提早回房休息的话语。你照着他的话说，缓缓的回到了你的房间内。你在半夜听到了像是把东西轻轻挂上什么东西的声响，壁炉那边一楼那里非常的响亮，而那时不放心的你缓缓地站了起身，想着是不是招了小偷。你开了一下门往一楼走去，但一楼十分的安静，没有任何人在那里。而你看了一下帕玛瑞的房间，听到了正带上门的声音，但你尝试的想要问他，他也没有和你解释。而隔日的他又像是和平常一样笑嘻嘻的，没有一丝像是有什么问题发生过一样。我稍微就是抓了抓后脑勺，然后这里他到底在干嘛？我小声的这样子自言自语着，然后看着突然发现的那一个小小的钥匙孔，然后我想了想，然后我掏出稍早发现的那一把小钥匙，就是凑过去旁边比对一下，吻合的。我稍微就是先停顿了一下，然后就不要我这次又掉进什么奇怪的坑，我就那种有点那种不放心又很无奈的那种的嘟囔着，然后呢再把钥匙插进去转。你缓缓的将钥匙轻轻的转，发现门是可以推开的。你轻轻的将门推开，里头又是那熟悉的通道，可是跟你第一次见到的相比，这个通道上头长了更多的欲望。或许是因为多年没有进去过的关系，所以里头也变得更加的破旧吗？或者说没有人在用，也积了不少的灰尘。但是你发现好像有人有经过钻过的痕迹。哈，我想了想，然后，哼。我决定我先去那个就是可能柜台或厨房那边，就是找到小只的一种的那个扫把之类的东西，我不想要直接钻进去蜘蛛网里面。帮我甩个 side of head。 我不想直接贴。 OK。 你默默的拿起一个小小的扫帚，尝试了左右的尝试，但是你发现蜘蛛网明显吸的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多。果然这个密道看起来虽然上头没有任何的，但是那些白白的蜘蛛网，这可能都要花上一个小时打扫这里吧。我想了想，我有点纠结。然后的隧道里面就是现在看起来乌漆抹黑的，根本就看不到有什么东西，对吧？是。OK， 好，那我就。我该庆幸没有蜘蛛吗？我应该庆幸没有蜘蛛吗？对，我应该庆幸的。然后我一边这样子，就是有点无可奈何的哀嚎的感觉，然后把扫把放好后，我决定先点燃我的小火把。那火把建议。对，然后我要就是把火把就举在前面，然后就是稍微有点烧掉挡路的那种蜘蛛丝那种感觉，然后一边慢慢向前。帮我甩个 acrobatic。我真的有被黏过，我就那种层层蜘蛛网黏过的感觉，真的很恶心。
慢慢的将火把升起，看着周遭黏黏的网，尽可能的不想要让这些网子沾上你的衣服。你用火把缓缓的烧着它们，把它们至少烧得干净一些。虽然身上有一些灰尘，但至少比身上沾满蜘蛛网来得好。你一步一步的开始步步前进，开始感觉到你的身子又在这拥挤的通道里变得十分的狭小。就算是可能多年来没有经过这个通道，但不论是第一次还是最后一次，都让人感到十分的坚硬还有不舒服。你默默的往前继续举着火把，看到面前的通道也逐渐的开始出现了道分歧的道路。原本有这分歧的道路吗？你看到一个通道往左，一个通道往右，但是一样都是一人通过通道，必须要前进。我想要仔细观察一下那个通两个通道有什么差异。好，帮我下一个 investigation。或许是昏暗黑暗的关系，透过着你的夜视，你也看不清楚面前有些什么。左边的通道和右边的通道上头的蜘蛛网机关的痕迹看起来和前面相比变得少了很多，就像是看起来这左右两边都曾经有什么人经过。你可以用你的光，你照到的地方光看到，好像一般这里积的灰尘，应该我没有人经过应该会积满灰尘的，但是你很干净。我稍微想一想，然后之前走的路线好像还是怎么走来着？都好久。然后我一边这样子嘟弄着，然后我一边，嘛，大家就试试看左边吧。默默的将火把举起，尽可能的不让它烧到你，慢慢步步前进往前。帮我甩一个 athletics 技能。开始注意到面前。这个歪扭的道路让你开始行动变得有些困难，你尝试着扭动你的身躯，看着火把摇摇晃晃的在面前指引你的道路。但是随后你睁大了眼，你开始看到了这个道路是向下。你帮我塞个 Dexterity saving throw。 What the heck?你刚看着这往下的道路，你看着你的火把正在发出不稳定闪烁的光芒，你晃了晃你的头，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怎么跟之前相较之下又变得不太一样？你皱起了你的眉头，默默地看着这，看着你正在坠落，这个坠落你是头部向下，你看着下方是泥。非常肮脏的，有些带了一些粘稠的泥土，你颜面着地，落到了地上，你受到了三点坠地伤害。你注意到你的火把熄灭了，你摸了摸地，或许是因为地板是潮湿的关系。你看了一下周遭，这里比起说是下水道，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古老的地道。这里又是哪里？跟之前钻的。我看到的情景完全不同，是一个古老破旧的地道。我先就是站稳，然后把脸擦干净，然后，上一次是很奇怪的坑，就让我掉下去了。然后这里，被修改过了吗？还是我一边这样子。很困惑的看着周遭，然后我想要试着重新再把我的火把点燃。是同一根还是新的一根？同一根先尝试再点燃看看。存一滴二十。来吧孩子，你的还可以烧得起来吗？你注意到火把是烧起来了，但由于潮湿的关系，你的视野并不是很好。你看到的，虽然你可以借由你的夜视稍微看一下周遭，但是火把只烧到你，
周遭也就是只能照亮你周遭壁纸的位置。基本来说，面前的黑暗还是十分的幽暗。你能看到的，用你眼神看到的是大概的，这些黑暗中可以看到可以通往哪里，但是相信这个房间有什么，我必须要靠很近才看得到。嗯，我有点懊恼的烧了烧脸颊，然后，说不定之后还可能要买个灯之类的吗？我一边就是这样子小声的很无可奈何的那种的语调这样子说着，然后一边试着探索这个房间里面。帮我塞个 investigation。这里十分的昏暗，用火把轻轻的照射周遭，看到了里头并没有太多值得你感觉到有趣的事情。你也注意到这个通道，你稍微探查了一下，就是一个通道。往左往右，没有太多的让人可以去惦记或者不去在意的地方。至少说如果要去探查也是可以，但是需要花一些时间。你也不知道胖胖律师什么时候会回来，这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看了一下周遭这昏暗的地方，那你要怎么做？大概的话用你的夜视看的话，大概像是规格，大概像是这样，像是有好几个拱门架起来的一个地窖。嗯，我稍微想了一下，然后我记得好像什么很久以前，什么半兽人他们在这边待过，可能是那个时候的建筑吗？我一边这样子自言自语的，然后一边试着就是先朝右边的路线一边看，就是一边走一边查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好，那帮我塞个 survival 看一下，纯粹看一下。你默默的举着你的火把，到处的都晃，但是面前你看到的。往右，你确实是往右，但是这里就像是一个无尽的回廊似的。你晃了一圈，你不确定你是不是来到了同样地方，或是你来到了一个地方跟一开始你看到的地方是十分相同的。你皱了一下你的眉头，这里看起来基本上长得一模一样。嗯，我。我有点纠结的，就是摸摸下巴，然后，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啊！我像这样子的小声的哀嚎，然后，我决定就是说，先在我旁边一个墙面上，我可先用我的匕首先画出一个小痕迹，然后朝右边继续探索。帮我塞个 survival 开。你轻轻的举着吧，尽可能的向前。你缓缓的抬起头，你开始听到了熟悉的水声。虽然这熟悉的水声好像也没有带给你任何开心的仪式，你轻轻的抬起你的头，这里是下水道的某处吧？你看着周遭那些大大小小的正在漏水。的水滴水，还有落在地上，像是皱了一下眉头，这些像是遗弃物的，还带了一点微微臭味的，像是青苔般的纸。虽然之前并没有看过这地方，但是这里确实下水道，回到了下水道的某处。嗯。我有点懊恼的抓了抓头，然后我决定先就是朝着正前方那样，就是先继续探索。对，
帮我甩个 survival。你轻轻的举着你的火把，看着这下水道里，一样的和一开始普通的，毕竟你上次来到这里又是多少年前，你缓缓的合起眼睛，应该也过了好几年了，也不是说几个手指头就可以数完的年份数，所以这里变得真的还变得蛮多的。你迈开你的步伐，开始向前走去，最后又看到了一个，当然看起来是一个直接的通道，而这直接的通道下水通道里都有淡淡的黑色的液体。虽然说之前有看过类似的，但是你也知道这一个下水道旁边的那些水管都发出了咚咚咚咚咚咚的声响，不确定这些水管通往哪里，但是你也注意到你的前方除了一个正在有着光亮的流着水的大洞之外，旁边只是接连的水管的一个小洞。你正走在，也就是刚好进到走到底的一个景象，你看到这正在流的水或是纯水，你透过了你的火把看得不是很清晰，就算有着光线的辅助，看得也不算是完全的可以判定说这到底是可喝的水还是不能喝的水。你注意到面前的这些梯子十分的破旧，如果不小心可有可能一踩下去可能就会有一个大洞，也不会是什么好事吧。现在就一个大洞跟一个小洞这样子的两个通道的感觉吗？嗯，可以参考示意图。嗯，我想要就是举着火把，就是在小洞的入口那边稍微照一下，看地板上面有没有像是有足迹的痕迹过。当然，但是我想要你帮我塞一个 slide head slide foot， 因为周遭的楼梯刚刚叙述过了，楼梯是我知道，我知道。OK， 好。你小心翼翼的踮起的脚尖，在这随时都可能会让你落下水落下的这一个环境中，慢慢的前进着，你尽可能的回避了那些可能会让你坠落落到水下的这一些阻碍。你慢慢的来到了小洞的面前，你皱起了眉头看着现在面前这一个小洞，这小洞看起来你扎了一下，你看了一下，确实要说的话也是啦，看起来你的火把毕竟只能照亮5 feet， 你轻轻照并没有太大的反应。你看到的面前也是一片黑，而面前看起来也是滴答滴答滴答不停在落水的声响，还有看到周遭还掉了，你附近还掉了一个匕首，这个匕首看起来十分的，你皱了一下眉头，上头还生了一点锈，但是看起来上头没有积任何的灰尘，那才像是最近有使用过，而匕首上头都沾了像是红色的液体。我有点困惑的稍微歪了一下头，然后稍微想了一下，然后我没什么灰尘，应该是最近有人用，该不是那群狗头人吧。我一边这样子自言自语，然后我决定尝试顺着这一个小通道继续向前。好，没问题。那帮我塞个 stealth。stealth OK。你轻轻的、慢慢的，这里火把在这黑暗处尽可能摸着像是墙壁、湿黏的墙壁、冰凉的墙壁，慢慢的前进。
你放轻你的脚步，尽可能的听到任何的人。你可以听到像是有东西在奔跑的声响，甚至也可以听到像是微微的，像是动物嚎叫的声音。你转着转头，这里十分的安静。而帮我塞个 insight。你晃了晃你的头，你感觉到你的周遭好像有什么声音。你皱起了一下眉头，看了一下，用你的国宝照亮了一下周遭。虽然没有看到实际的实体，但是你看到了一条尾巴缓缓地从你的脚边晃过。而你轻轻地看了一下周遭，你注意到这些东西离你越来越近。你将你的火把上举，看了一下周遭。漫步的是什么？你看到了漫步的是各个发着眼睛发着红光的老犬，四面八方的朝你的方向直接扑了过来。请帮我甩仙功。What the？ 啊！OK，OK，、okay. okay, 我知道了。你听到了那些吱吱作响的老鼠群，当然你看着不止一只老鼠，是好几个是老鼠团。基本上你看到了这些老鼠们，慢慢的每一个那亮着红光的双眼。是单单的盯着你，看着他们结三五结群的直接攻击了他们的身子。而第一批老鼠，我来贴一下、哦、这些老鼠，你看到他们往你的方向直接扑了过去。你看到他们长的样子是这样子，一群，哎呦，他们往你的方向直接狠狠的扎扎直接扑了过去。他们塞了OK， 他们塞了17有动吗？有。而这些老鼠张大了他们的嘴，狠狠的直接啃咬了你的脚，还有你的鞋子。你受到了5点 piercing damage， 那些锐利的牙齿不是普通的痛，是非常的痛。那你要做什么呢？总共有几群啊？不知道，因为你的火把我没办法跟你讲。OK， 好。哎呦我的妈呀，这个情况也真的是有够尴尬的啦。那我会因为吓到，然后。我就直接掏出我随身的，没有这样子的话，对，我先，这个情况有个尴尬的啦，糟糕，我。我想要就是现在的话是一个很大的空地，还是说是狭小的那个通道？狭小的通道，前跟后，有前跟后都。你知道，你都有听到四面八方都有老鼠。去。OK， 好。我有点纠结，然后。不行，在这个通道里面这样子的话太危险了。我想要试着就是消耗一个气点，然后就是用飞檐走壁的方式，然后我想要尽可能的掠过这些老鼠，就是向前冲，那样子看能不能就是冲出鼠群包围的区域。可以，
帮我塞个 Athletics， 这个帮我塞个 Athletics。啊，你尝试的蹬起你的脚往前冲，但是你感觉到刺痛感，所以你感觉到有三波借机攻击。你感觉到第一波咬的是17，有，你受到了3点 piercing damage。OK， 第二拳，你狠狠的你往前奔跑，你感到你现在，你的脚因为被咬破，你的鞋子被咬破了几个洞，你感觉到微微的毛毛茸茸的热腾腾的触感在你的鞋子中。周遭摩擦，可以感觉到那微微的绒毛擦过了你的脚，你都能感觉到这些老鼠都在你的附近，哪里都有。你第二个是18有中吗？有。而第二，你尝试继续向前跑着，你感觉到锐利的尖牙不时的划过着你的小腿还有脚筋，你受到了4点 piercing damage。OK， 好。第三个他们塞的是15，有中吗？没有，这批就 pass 了。你尝试着迈开你步伐，继续向前跑着。你停下你的脚步，开始喘着几口气，至少没有感觉到疼痛，但是那些毛茸茸的触感就存在你的附近。是，你要做什么吗？现在这样子的话，算是只有用掉移动回合了。OK， 好。这样子的话，我可以就是有办法大概判断出我跟他们拉开了多少距离，还是说就在附近而已 ？OK， 好，好，好，这样子移动范围近一点，这样子的话，那这样子的话，我先喝个药好了，我现在完全不知道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先喝个二 D 四加二，身上刚好没有合适的东西可以用。你轻轻的将药水瓶打开，滚了下去，看着那些枯燥的红光就。盯着你揉了一下背后，那些老鼠们慢慢的，他们一样二话不说的，你看着这些老鼠开始各个三五结群，直接开始发出了吱吱声响。看着原本在后的第二批老鼠开始吱吱作响，开始往那个方向直接扑了过去。他们塞了13，没事。你握着你的药水瓶，看着他们成群结队的往你的方向直接扑了过去。你看着他们，直直看着你，然后还有你身上正在燃烧的火把，或许他们正在盯着你，把你当成目标也不定。而也在这时，看着那里你跟老鼠一样的那些老鼠群，也是三五结群的，全部攻起了他们身子，看着那些红色的目光，一个个都住。他们娇小，看起来很容易可以用脚直接踩下，直接让他直接送他们7天。可是，一个一个踩也是很浪费时间。他们基本上都是一群，大概有10起跳。一看是他们往你的方向直接冲了过去，他们塞了 dirty 团体被 natural。哇操！你注意到他们也一只只弱像攻击阿瑟里狠狠地咬了你的大腿，从你的大腿发出了极大的疼痛，你受到了四点 piercing damage。4点 ，OK。也听到了那些弱小老鼠，像是穷追不懂的，永远的不会感到挨饿时，或是感到暴食的，看到那些。原本比较稍微远方的那一群红色眼睛直接冲到了你的脚下，看着这些老鼠像是要爬满你的身子似的，请帮我甩个 Athletic 甩开他们。
异能的那个吗？嗯 ，athletics。你轻轻的甩着你的，你开始东甩西甩，这样大部分的老鼠都甩到了地上，但是还是有一两只老鼠依附在你右手的小手臂上。那你要做什么？他们是依附在咬在你的小手臂上，但是对他们现在还没有做出任何。我稍微想了一下，然后我从我的手上，就是我从我的小背包里面，就是掏出我随身的那种干粮，然后先在那只小老鼠的鼻尖就是晃了两下，然后再把那个干粮往远方，也就是鼠群的那边的方向扔过去，看能不能引开他们。我来看一下吧 ，Animal Handling。完全没有效果，你轻轻的晃着，但是这些鼠群是不在意的，并不是那些干粮。你往一旁一丢，完全没有反应。那你还要做什么？哎，想最后一个动作，这个不算，这个不算，我就给你算。这个不算吗？对 ，OK， 好。那我。唉，我纠结了一下，然后我决定我要决定用这个药水了。妈的，这个情况的话呢，这个老鼠太多，而且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逃得过。好，可以喝下。OK， 这个要下个回合才能那个吗？是 ，OK， 你再用一下。OK， 好，那话这样子附赠动作做了，那话我会试着就是再继续的拉开距离。好，用气点吗？还是不用？不用，就只是单纯全，就是那个全部移动距离，这样子40 feet 的拉远，尝试拉远。Okay， 那就是直接起，你拔腿开始跑着，也注意到咬在你右手臂上的那两只老鼠紧紧的啃咬着你，一看着那些老鼠们，第一批老鼠赛的那球团体中偷偷24。哇操！你受到我的老天爷！第一个你受到了7点伤害。啊！第二批老鼠，他们没有中，他们加起来只有5。你尝试着继续奔跑，看着那两个紧咬你的老鼠。还有个颈椎在后老鼠群们，你感觉到你的手臂开始被咬出的伤口来，而后面颈椎不舍要扑上你的这些老鼠们，他们并没有扑上你的后背，继续在后面颈椎不舍的追着你。而第三批老鼠塞的是14，没事没事，你继续的拔腿奔跑，看着这些老鼠要往你的方向扑了过去，但是是的，问题是你看着咬在你身上那些老鼠们。你看他们再度的张开大口，更多老鼠要往你的身上扑了过去。这两只对你做攻击，分开，一个塞17，另外一个塞18。哇操，好都中了。而这两只偷偷咬你，咬下去的话，给你3点穿刺伤害。好的，还站着吗？还站着。请帮我塞个 athletic， 他们狠狠的啃咬着你的手臂，你挥动着你的手，也看着底下这些老鼠群们再度又要扑到了你的身上。体能嘛，吼，体能。哎呀，现在更多的老鼠扑到你身上，你只算了算，立即的，你的右手臂已经布满了大大小小老鼠，紧抓着爬着你的身躯。你现在身上有10只老鼠。我操！那你要做什么？又布满了老鼠。这样子的话，我会先尝试甩开他们。Athletics， 你狠狠的举起你的手往下一甩，有5只老鼠被甩到了地上，但还仅存着5只在你的手上。你看到这被甩下来的老鼠，这个就像是失去了生命似的，红色的眼睛也淡淡的消失，动不动的你看到变回了一般普通的老鼠。但是其他的那些老鼠红色眼睛盯着你看，
那话我会就是打龙息药水的话，我要先筛是什么类型哦。看你要对哪个方向，因为它是对方敌方要做Constitution saving throw。嗯，你要对你的手就对，看你都很难。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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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就现在就是朝着通道那一边方向的，先直接来一波。那帮他们筛，你往后直接深呼吸一口气，你感觉到你的喉咙那里开始感觉到有些胀胀的，充满着紫焰，你吐出了那烈焰，那大大的火焰，一拳他们筛了17，然后另外一群他们筛了16，哇！那你的 DC 是多少？你有任何的 DC 吗？是没有，或是上头有写任何的 DC 吗？你当时给的话倒是没有写 DC，我看一下，说这个是不是要直接看那个的？一般都是看你的有文，看你的抗多少，你的总抗多少，你的 Constitution，你的总数。这样子加起来的话也才12了，那没有，那就是他们过了。过的话是半伤，也就是，OK，你闪半出来伤害减伤半。，OK，半伤的话，那就是2D6除二，对，OK。哎呀，看来你就看那个擦过着。他们的泡米。那小小的烈焰直接烧灼了他们，你看到有一两只老鼠倒了下去，但是就他们还是解除状态。好的，这样的话，主副动作都算做了，那的话就，而且移动回合我这样子也算有做了，所以说好，我现在无计可施。再来就是两瓶老鼠，看着另一批那刚刚有一两只老鼠直接被烧掉，在地上变为了老鼠。焦炭，但也看着那四下老鼠们开始往你的方向快速急速的奔驰，扑到了你的身上。他们要扑的话，所以是帮我塞个 Athletics。你看着这些老鼠开始爬到了你的，注意到你的后背。你现在你的后背，你感觉到一股缓缓的。是的，瘙痒感，感觉到那些老鼠杀无赦全钻到了你的衣袖，还有你的衣服里。你开始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不适，也开始感觉到那些毛茸茸的触感贯彻着你的全身。你的后背，你感觉到你后背有8只在你后背。第三批，你看着那些老鼠开始哗啦啦开始向前奔跑，他们目标是你的脚，他们张开他们的大口往你的脚咬了下去，但是你的脚也霎时缩了起来，你躲过了他们的咬紧。而再来是鼠群，那些在咬在你手臂上，只咬在你手臂上，那我就个别赛。第一只是赛了15，没事，第二只赛的是18。有，第三只骰的是20非 natural，我操，第四只骰的是22非 natural，好的，而第五只骰的是3，好的，没事。那就是3只。你看着这五只老鼠，你不停的甩着你的手，看着这三只老鼠，狠狠的有三只直接咔着直接咬中了你的皮肤层，你感觉到霎时的痛感直接贯彻到了你。整身你受到了3点伤害，哦偷偷，OK，还站着哦吗？，total 吗？还站着？哦，总 total 只有3吗？总 total 只有3，好的，还站着吗？还站着，好好，怕。那你要做你的回合。好的，那我先再一次的尝试要甩掉身上的那一群。Alphanatics。但是在你做之前，你举起你的手尝试要甩，但是当然这个我就可以算复制动作吧。你尝试下意识的想甩，但是他们还附在你身上。
你也注意到你的周遭，你底下、你的脚下布满了老鼠，而你的后背布满了老鼠。哦，那，这个情况真的有够糟的，然后我完全非常适合的药水门或者是什么东西可以用干。好的，这个情况实在是有够哑巴的。那话我想要先用掉我的那个比较大的治愈药水，我真的感觉我的血量有够糟糕的。轻轻的打开药毒瓶，咕噜咕噜的灌了下去。至少你感觉到你身上那些伤痕缓缓的愈合，可是这些带着红眼的老鼠们并没有给你喘些空间。你感觉到你的背开始，你的衣缝、你的衣袖里开始那些大大小小的，大约每一只老鼠长度大概都有10公分左右。这些老鼠们开始钻着你的衣服，因为有8只在你的后背，那我就8只塞。第一只塞13，这个没有用吧？然后第二个是塞19，有。然后第三只塞14，第四只塞15，第五只塞17，有。第六只塞18，有了。第七只塞9，而第八只塞19，4只。好。你看着你的，你感觉到你的后背软绒绒的炽热东西上下的在像是不停的钻弄着你的衣服。你甚至你感觉到你的后背传来的极大的痛感，你 total 受到了5点伤害。好的。第三批的老鼠群看着这些老鼠群开始也要铺满铺到了你的身上，帮我在 athletic 甩掉他们。你开始不停地晃动你的手脚，但是你的身体布满老鼠，眼神充满了恐惧，看着更多的老鼠直接扒到了你的身上。你身上感觉到你现在基本上，你看着他们直接因为这大量老鼠8+8+5，对，是16、11、18、19、20、21只老鼠在你的身上游走。你感觉到这极大重力把你砰的一声压倒在了地上，但是这时帮我甩个 constitution saving。这会影响到那些后背的老鼠，你自己本身会受到一些伤害，但是后背老鼠也会受到相等的伤害。等一下，我没有弄好。你往后一倒，你感觉到你的背部传来了极大的阵痛，你受到了4点伤害，而你感觉到那些因为在后背老鼠似乎四处的奔跑奔走。但你也听到了很好几声的叽叽的叫声，你往下一，你听到了啪，直接压垮的声音。你缓缓的站起身来，你虽然是坐的，你现在是没有完全站起来，坐着的状态。但你往，你用你火把照一下，有8只老鼠被你压死了。OK， 好。而你也看着咬在你小手臂的5只老鼠去啃咬着你的手，第一只塞了9，没事。第二只塞了13，没事。第三只还是塞13，第四只塞了18，第五只塞了6，对，就一只。没事。你看着这些老鼠在你的身上钻弄着，狠狠的看到你的脚，直接张开大嘴，咔，直接咬了你的手，受到1点伤害。OK， 好。那。我现在尝试把就是这几只先再试试看甩下来。你后背也有，确定？你后背整个身体都有。你身上有4+4、8+5+5+8、14、13、14在你身上。我现在血量也不高。现在的话是旁边有一群，还是说是全部都爬到我身上来了？已经都爬到你身上。OK， 感觉这个情况的话，也只能够尝试把他们全部甩下去了。尝试尽可能看可以甩掉多少就是多少吧。
也不好对自己身上下手哦。Athletics。你尝试的摔着你的身体，你看到有八只老鼠直接被你拽到了地上，可是他们还是自己的女子看着你，而也注意到了有在咬在你小手上的老鼠也被大部分都被甩到了地上，但是现在还有两只咬在你手上。嗯 ，OK， 那的话。嗯，这真的是。那我先朝，就是现在地板上面有，现在地板上面是还有八只活着的意思吗？是。OK， 那的话，我先就是朝那八只，就是再一次就是进行那个喷吐攻击。好，你张开你的大嘴，狠狠的看着火焰从你嘴巴冒了出来，而一个老鼠群塞14，然后另外一个老鼠群塞10，一个半伤，一个全伤，而这燃烧的火焰狠狠的烧灼了他们。你看到现在地上只剩下才两只老鼠还活着。哦、oh, okay, ，对，两只在你的手上，两只在地上。好，好的。而也看着这两只在地上老鼠弓起了他们的身子往你的身上扑了过去，把我塞给 Athletics 躲过他们。你直接闪过，看这两只老鼠扑了个弓落到地上，鲜红色的眼睛叽叽喳喳的盯着你看，也注意到这些老鼠他们周遭都放出了小小的像是周围的紫色电光，那就只是一眨眼，那是静电吗？你皱了一下眉头，也看了那在你小手臂上的老鼠不停地咬着你，一个塞了8，另外一个塞了17，一直中。接中。那你看着这一只，你看着摔着他们，但是有一只老鼠狠狠地张开它大口，咔咬了你的小手臂，你受到了2点伤害 ，piercing。OK， 好，我还站着，我还站着。那你要？我决定尝试把身上的那两只就是甩下来，然后再用我的主动作再喝一瓶水。好，我先甩那个甩他们的动作。你尝试的甩开他们，但是他们甩了13，没有。Yeah. 两只继续扒在你的身上，就像是死也不下来似的，上下的随着你甩的手臂不停的晃动。好的，我先补个血，谢谢。缓缓的看着他们，虽然现在老鼠跟刚刚那成群结队来讲，现在真的算算只剩下4只，但是这些老鼠的危险性可不是低的。你砸开了一个小小的药水，喝了下去，让看着你伤口逐渐的愈合，但是是的，这些老鼠还是盯着你看。唉，好的，这样的话，主动作甩他们的附身动作都做了，好，先这样子，对，先这样子。也看着那地上的那两只老鼠，直接弓起了它的身子往你身上扑过去，把我塞给奥门来闪过。哎呀，你睁大眼，或许是一时间的放松，看到了另外两只老鼠直接缓缓的透过你裤子还有鞋子中的缝隙的空洞，钻到了你的脚。脚底的裤管还有你的靴子，个别各转一个。我操！而在你手臂上的那两只老鼠一样的张开他们大口，两个往你，当然往必须的往上爬，而且还直接用他们的牙齿当作像是一个钉机，狠狠的直接咬了你的手臂。第一个他塞了18，第二个塞了5。所以只有一只。好，看着其中一个老鼠狠狠的张着它大嘴，咔，直接咬了你的右上臂。你看到你的右上臂多出了一个老鼠的咬痕，才缓缓的流出了血。你受到了4点 piercing damage， 它咬的蛮深的。OK， 好。那你要做什么？好的，那我尝试把就是这两只给甩掉，先把身上就是这两只我看得到的先把他们甩掉。Athletics， 甩
甩不掉，你不停甩着，看到他们狠狠的劲继续钻在你的身上，而你感觉到你裤管也是，裤管那里两只正在向上爬。我掏出我的匕首，然后我这次要用主动作先把那个其中一只爬在我身上的老鼠先就是朝他攻击。可以帮我甩个命中。没有中、哎呀，你举起匕首往这老鼠方向一挥过去，你发现你挥空，而且匕首狠狠的枪直接打到了旁边的枪上，匕首裂开了。干，匕首剑。好，除非凶了，除非要凶、嗯。好的。这是断两半的匕首。那有还有要做什么吗？我这样子没有甩掉，然后这样子 ，OK， 这样我主副动作都做了 ，OK， 好，就这样子，就这样子。那再来是库管的量子老鼠，帮我甩个 Alphaletic， 他们正要往上爬，去往上爬。或许是感觉到你的双腿间开始两个毛毛东西不停的向上爬，你感觉到你感觉自己身体非常的不自在。那两坨小小老鼠慢慢爬，现在两只各爬到你大。而你看着这两个小小的武器，也对到你手臂上的那两只一样的张开他们的嘴，继续的咬下你的手臂。第一个塞了16，而第二个塞22。好的，两个都中了。他们张开了大嘴，狠狠的咔，直接咬了你的手臂，两个给你带来了两点伤害。OK， 好。那你要做什么？好的，一样，试图甩掉他们，然后再灌药。我的血量好可怕哦。No athletics。他们紧紧的紧抓在你的上。这个情况超级尴尬的啦，哈哈哈哈。好的，至少先回点血，哈哈哈哈哈哈。我好怕哦，干。你轻轻的将你的腰引了下去，感觉到身上的伤也逐渐的恢复。可是缠在你身上的那四只老鼠，可不是什么建议可以大发的过。你感觉到你大腿这两只老鼠没有向上爬，你大傻也可能是你身上有腰带的关系吗？你眯起眼，但是感觉到是，就算有腰带，但是腰带并没办法做出太大作用。你感觉到你的大腿好像他们正要咬你的大腿，左边的塞了17，右边的塞了16。好的，两个都中了，谢谢。他们张开了他们的嘴，狠狠的直接咬了你大腿肉，直接咔，直接咬。你感觉到你的大腿就像是被什么直接狠狠的刺穿，你受到了4点伤害。好的，是。好的，好的。而在右小臂上的那两只，当然的，他们也不会放弃，继续的咬你。一个看到他真的快要咬你，但是他摔了下去；而另外一个则是继续的抓在你的手臂上。他甩了19，可不可以？我好的 ，miss。好的，他狠狠的直接咔，直接咬下了你的手臂，你受到了2点伤害。好的，好的。还站着吗？还站着。真的是之前甩了一大堆治愈药水用在此时啊，被一群老鼠们。好的，好的。那现在就是我的手臂上面还有一只，然后另外一只摔在下边去了，就对了。所以你现在是有两个在你个别两边的大腿上，然后一直在你的手右小臂上，就这样。然后摔下去了，你就摔下去。OK， 好。那我对那一只还在我手臂上的那一只进行徒手攻击，我要把它就是抓起来扔到别边去，就砸墙壁。对，要进行徒手攻击。哈哈，来吧。看，中。够。咦？有中吗？你抓起的这一只老鼠狠狠的往墙壁一甩，啪！老鼠直接变成了完全毫无生命的老鼠。OK， 那
我有办法尝试把裤管里面那两只试图甩出来吧。哦、oh, ，Athletics。你尝试的甩动了你的脚，而也感觉到两只老鼠也啪嗒直接掉到了你的脚板上，不是你的大腿，而是你的脚底板。但是你知道他们还是回去，你感觉到那热度还在。好的，这样子我算是主副动作都做了，对、嗯、，OK， 好，就这样。再来是那两只老鼠，帮我塞个 Athletics 继续甩。呀、yeah. ，虽然努力的甩着你的脚，但是你发现这两只钻在你尾部的老鼠十分的顽强，你看到他们很快的已经爬到了你的小腿处，那你要做个别左右两边。OK， 好，用甩的，好像真的是有点那啥的，我想要就是试图把他们抓出来，对，先朝左边那一边的，就是把他们抓出来，然后扔，就是对，出手工具，对。好，你只要选择一个，左或右。对，就是左边的，对我刚刚说先抓左边的， okay. 对。哎，我心好累哦。你伸出你手，直接抓住了你左边的，你当然你裤子也会湿，你会湿，你裤子直接湿了一个小小的洞，这样子老鼠抓起往墙壁甩，啪，右边还有一只。OK， 好，这样子好，先这样的话，我附赠动作我再一样也是用那个徒手攻击，就是试图把它抓出来砸墙。OK， 没问题。你一样的，当然现在你裤子变成了有多了两个洞，但是有比没有好，脚腿有洞总比没有洞好。你直接这样右边，然后直接扯了起来往墙壁一甩，你把所有的老鼠都解决了。你眨了眨眼，看着现在的状况，至少现在安静了很多。你缓缓的抬头，你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场景，或许是刚刚不停的往前奔跑，不停的躲过这些老鼠。追击，你也没有太去注意你到底跑了多远，但现在能看到的熟悉的绿色的下水道，周遭的那古老的石墙，看起来跑着跑着算是跑对的方法。我就有点先大大的叹了口气，然后我先把我的上衣就是先脱掉一部分，就是要把那些就是。老鼠的尸体就是尽可能的把他们从我身上全部给丢掉。你甩了甩，大大小小的老鼠直接落到了地上。我有点难受的抹了抹脸，然后，之后还要再买新的药水了吧？为什么都是用在这种奇怪的地方啊？我要小声的哀嚎着，然后先给自己再灌了一瓶2D4+2，我真的好怕、啊、这个血量。然后我会就是环顾周遭，先环顾一下周遭有没有什么熟悉的痕迹还是什么的。你注意到确实是还蛮熟悉，你以前曾经是来过这个地方，熟悉的让人觉得。这个地方看到那些墙，还有面前的景象，你却知道你在很久很久以前来过这里，虽然那只是误打误撞。好的，那我会就是撑起身体，然后呢继续就是想说先踏一下路好了，反正太久没有来了，方向感有点不太确定。你放了放你的头，尽可能的你那所谓的先前的你还记得的慢慢向前行，最后你变得到面前的状态，确实你看到了熟悉的场景，那看起来像是下水道，但这个地方启蒙的下水道这里更加古老和破旧，
也代表着你确实来对的地方。你也注意到周遭那些十分原始的高挂在上的衣食用品，闪亮的石头、牙齿、生物的精关、器官，这些金色的东西都还在。你也看到那小小的不停四处游荡的那些口蒙们，红色的口蒙们看起来确实还蛮红色，还在。而且你看到他到了你来到了这里，个个都睁大了眼，默默直接到一旁发出了的声响。那你要做？我看着他们，然后我收了收脸，然后我把稍早就是发现的那一枚金色的指甲，就是从我包包里面掏出来，在他们眼前转了转。看着他们注意到了那一枚金指甲，那个眼睛闪闪发光，也看到了其中一个小小的口宝直接弓起了身，轻轻的将他的指头指向了一个方位。你朝着方位看了过去，你看到了的科博萨满，而那个科博萨满现在或许也是过了好几年的关系。你看到原本当时算是，如果以他们科博来说，看起来虽然他们年纪很难看出变化，但是现在看到那已经非常臭老，而且看起来已经算是没有太多。像是生命的似的，你看着那个萨满还活着，看着他的手正在发抖，紧紧的握着他的拐杖。你还听到一件事是，他的眼睛被一个小小的黑雾给蒙蔽覆盖。好，那这边稍微打岔一下，我去下厕所。我回来了。好，你看着这个被像是小小的黑布蒙起双眼的那个大妈，轻轻的用他那颤抖的手敲了敲他的发杖，好像示意着你可以过来。好，我稍微握着那一片金指甲，然后朝着那一位萨满的方向走了过去。他没有做任何，你只看到他轻轻的将他抬起，虽然眼睛被黑布给蒙着，但是你看到他清楚，他的方向是看着方向。好，那我把那一枚就是金色的指甲，然后放在他的手上。你看到他轻轻的将他那四个小指缓缓的将这金指甲捂在手心。最后，你听到了他发出了一点声，也听着他那因为年纪变得稍大，所以看着那小小的那个手掌中，你听到他发出了干枯的年迈的声音说的：“上个季还真像那个。”那一个很高的人熟悉啊，他说完缓缓地将手中的金子打起来。很高的人？
我，你那边声音好像稍微有点糊。没有说任何话，我现在没说任何话。不是不是，是你前面刚刚说那个萨满讲的话的时候，其实有点糊。其实就是这是他声音。OK， 好。那我会就是稍微稍微稍微脸，然后，那，算是来交易。然后我就是稍微轻轻的，就是敲敲那一片金色指甲。然后我看着那位萨满一会儿，然后。我想请问您，您知道石之海是什么吗？看着他轻轻的歪了歪头，最后看到他缓缓的开了口。这片金甲，我熟知的。嗯，我听着他这样讲，然后轻轻点头。然后他明显，当然你可以感觉到他的眼，因为Kobo他们是龙，所以可以看到，虽然他是被黑布蒙着，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个眼睛的眼皮有在动。你看到他就在开了，那很高的还有比较不高的，他们似乎看起来曾经感情还算不错。可是每一次下来的时候，就像是他们在隐瞒跟忍战，他们好像说了很重要的比赛，怎么奇迹似的赢了尾鱼在上头的哥哥之类的话，那身高很高很高的人不满地说出了差点在我们这打下来的话，他说了你也在最终得到了我原有的名誉，你开心吗？看到他说到这，缓缓地低下了头，就像是在深思似的不开心，现任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听着他这样讲，然后，听起来像是某种比赛，然后。你说比较不高的那一位可能赢过了比较高的那一个人之类的吧，可是怎么听起来好像有什么交易还是赌约之类的，可能感觉好像赌上了什么两边共同都重视的东西吧。看着这个年迈的波波只是耸了耸肩，继续的开口说道，在那一次他们差点打起来后，是最后一次看到他们在一起，一个很高很高的人也再也没下来。你前面那个前屋主好像说要前往北方，是不是要找个自己，他说到这里然后认一下，好像是说跟自己的哥哥认识的一位吧，听起来似乎曾经坐过牢的一个朋友来谈谈，可是在之后呢，他也再也没有来我们这里过了。对啊，你说比较不高的那一位跟他的哥哥坐过牢的朋友，看着他偷偷点了点头。我好像是他干哥认识，不是他真正的哥哥，但他总是和我说着那个干哥等同于他的手，一起跨越过
漫长的黄金之路。我听着他这样讲，然后踏越过黄金之路，那条路很漫长。我当时横跨过来的时候，也花了很多很多时间了。那个男婆婆缓缓的歪了歪头，然后再开口，他还听到了。重要的台，还有重要的约，还有他想要再见到那个女孩之类的话，我不知道是谁，我这辈子没有太过的命。重要的约定和重，后面这些全部都是不高的那一位讲的吗？他耸了耸肩，可能吧，也有可能是我老糊涂搞错了。那很高很高的人也有讲过类似的话，甚至好像那做过元老的，好像那……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好像他们还跟那做过元老的有什么联络似的。我听着他这样讲，然后，难道石之海是在指监狱之类的地方吗？我看着这婆婆歪了歪头，我知道，他们和我们交易的那两个。后半段我这什么都没有听到，那两个之后的你有说什么？都不见了。我听着他这样讲，然后，这怎么听起来有点不太寻常？在你身世时，你看到那个老婆婆默默的。握着他的权杖，随后你看到了一个年纪稍微稍小，似乎也开始身穿白袍的一个小小的头目看向你，眨眨眼，看着那圆滚滚的金色眼睛歪头看了向，然后又看了一下旁边那位老头目，又看了一下你，看着他缓缓的低声和那位年迈头目喳喳说了些什么后，也看到他。将他的视线又再度看向你的方向。那天人屋主，他告诉你的，奶奶告诉你的，奶奶告诉你的事情，这样足够了吧？足够这次的交易的吧？我轻轻搔了搔脸颊，然后向他点点头。至少多少知道了点什么，对我也有好处。然后你们之前说的那些我还在调查，如果有消息我再来跟你们说。你看到你又婆婆点了点头，又看了向你。奶奶刚刚说的那些话呢，我之前也有听闻一些。至于前屋主和前前屋主跟那些事情，不止呢，而且他们好像都是围绕着一个女孩。他说完，耸了耸肩。你看着他，你正可能想要多问什么之时，你已经注意到周遭开始刮起的旋风。你也想起了当时，确实你好像也是因为这个旋风直接被传送回自己的酒馆吧？你睁大的眼看着你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轻，帮我塞个一滴一百，我看你会落在哪里。没。我那边就是小声的惨叫。
你缓缓的睁开眼，你注意到面前的景色也变了。这是你熟悉的馆，你自己所在的地方。你默默的看着，你现在住的是厨房。你眨眨眼，你现在正一个人正站在厨房里，没有任何的声响，也没有听到帕玛瑞回来的声音。但是你注意到了厨房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大约手掌大的记事本，放在厨房的桌子上。你看着这厨房这个记事本，上头是写着帕玛瑞斯的名字，看起来是他遗忘放在这里的记事本吗？而且是没有翻开的状态。我有点纳闷的就是，他忘记了吗？我有点按捺不住我的好奇心，所以我尝试偷偷翻开一点。你尝试的将这一本记事本翻开，看似里头多半都是记下料理的调味料，还有不同来自，你看到有的来自不同地方，你甚至连这个地方名字你都不知道是在哪里。你看到上头有各式各样的佳肴跟料理，都是他细密所做的笔记。而你在翻阅之时，你看到其中一页是完全空白的，上头没有任何的笔记，而下一页又是其他的料理，开始记下。但是你注意到这是看起来像是最新的吗？你注意到这个空白页后面那些料理是刚记下写下没多久的，而那一页的空白，也注意到这个空白并不是原本。应该说原本在这个记事本里面所已经定起来的其中一页，而是看起来是有被他撕过再粘上去。你注意到这粘上去的这一张纸是微微的泛黄，而上面并基本上是空白，但是你注意到纸头上只写着一段话。你看着这一段话，轻轻眨了眨眼，也看着外头那正在洒落的下午的光芒，那到底这段话又带了什么意思？而这段话又告诉了你些什么？你轻轻地将你的手扶在这段话上，这段话缓缓地写着：在石之海的第386天，在岩石间的缝隙里，看到了一道光芒。那个道路是自由，但是只有那些人。再也不想见到你。轻轻的用你的手感受着上头的字句，看起来也算是有了些年代。确定为什么这一段字看起来上头也是帕玛瑞的字迹，他到底为什么要写这些？而这个字这一页上又带了些什么跟他过去有关的秘密呢？你皱着眉头看着其他都是食谱跟调味料，为什么就只有那一页这么的特别？而看着外头那午后的阳光，也看着这安静的厨房，或许轻轻的深呼吸，仔细想想，有可能未来哪天答案就会浮现在面前了吧。我们就告一段落，下集待续。辛苦啦，辛苦啦！今天完全就是被老鼠凌虐啊！哎呀，讨厌鬼，完全是被老鼠欺负的一天。哎呀。